专辑呢是我们的第一张作品，然后它 也叫做 Triple Deer， 因为我们觉得这张里面的作品收录的都是我们比较跟自我相关的事情，那也会发生在就是每个人身上的一些心情啊情绪。大家好，我是 Sam Pure Fan 手胖虎。第一次看到 Triple Deer 是在那个 Maserati 的演出，然后他们是其中的一个暖场嘉宾。但那时候对他们印象蛮深刻，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旋律性很好。因为现在准备从 Fuji Rock 的会上来看，那这几天看了非常多很优秀的乐团，那其实都很感动。那其实这个感动希望可以在那个这次演出可以完全呈现给大家。那对 Triple Deer 来讲，我也更期待看到他们的演出，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乐团。